这狗子当维修工来家里，不仅混吃混喝，还会错意说自己是肖家村的。你咋了？啊，我没事，我手有点抽筋儿。啊，我还以为是你们同乡见面，你激动了。啊，这个是激动，是挺激动，是吧？激动是，你也是肖家村的。啊我也没见过他，是没见过我，没见过，村长家的儿子呢？虎哥，啊，虎哥对吧？啊，你听过我？听过听过啊，那个，啊，早前听村里的长辈给我提过哈，是吧？啊，说我虎哥不仅人长得帅，妞子，很有才华。 不仅有才华，还很有理想，真的很不错。你们肖家村果然哈，那个好像，那行，那你们同乡见面，说多了，我先回家了。哎，你回什么？吃完了没？赶紧去吧。不是，同乡嘛，对吧？同乡。行了。 那你今天就不用送我了，我先走了啊。你路上注意安全啊。你们慢慢聊。好，拜拜。怎么样？表现的还可以吧？这顿给你夸的呀。哎呀，你给我改信息是为了啥？不就是为了不让他知道我的身份吗？啊，那你给我改的啥？城北挖煤的肖家村，对吧？对。他很穷吗？他？你知道肖家村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吗？叫什么？叫他妈肖虎。 明白了吧？而且他现在人在国外，一般人根本联系不上他，调查不到，可以吧？哎，哥错怪你了，哥错怪你了。我回去了啊。哎，吃个饭再走啊。哎，我嫂子都撤退了，我留着干啥？好了，不送了，不送了。路上注意安全啊。嘿，哎，这事办得不错。